贱民，前提是得有合作医疗。但是为了促进交这个合作医疗的正常的一些检查费用、手术费用，这都是包含里边的。额外我需要要一个东西，那都是额外的。再看具体是住几天啊，最多两天，训练两天，跑不长的话一般住5天啊，另外3天的费用可能都不包含里边了。